Thank you.
早上好，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荧幕面前的你们呢，都站起来，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欢呼，来歌颂神。因为启示录五章十二他说的，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还有颂赞的。阿门，哈利路亚。然后，如果在你的位置上呢，我们一起来拍手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欢呼喜乐。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大声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yeah、你是我神。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大声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大声的旌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你是我神。无人能与他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无人，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把手举起来，无人能与他，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oh yeah, yeah, 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oh, 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那受极大赞美、oh,世界盼望是你，我要信靠你，耶稣我的主，耶稣我的主。再次无人，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那受极大赞美。哦吼、哦，
耶稣我的主，我要信靠你。耶稣我的主，我要信靠你。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哦，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荧幕面前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来拍手来赞美神，哈喽，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他，谢谢耶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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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神的面前，静下我们的心，我们到神的面前，今天打开我们的心，对神说，神进来跟我们说话，来吩咐我们，来调望我们。主，我们今天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我们今天需要你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来引领我们的脚步。所以，主，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给定下来，祷告今天神你的平安能够降进我们的心。你的喜乐，你的盼望，你的爱都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哦，耶稣，哦，耶稣，
真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来开声来敬拜，用方言来祷告。哦耶，可以唱一首灵歌，向主来唱。哦耶，拉玛西亚耶。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耶。哈利路亚。主，今天我们将一件机会全仰望在你恩手当中。主，我们见到高人的灵亲自来覆盖着我们，愿你圣灵降下来引领我们，愿你的话语如同早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主耶稣照耀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当中如果失去盼望的，今天神你再次把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些失去未来的，不懂该怎么办的，主你先为他们开一个道路，
一条道路，让我们开一扇门，我们开一扇窗户，让我们知道神啊，有你的引领里面，在你的带领里面，在你同在里面，我们永远不是缺乏。所以主，今天让我们祷告，在我们知道这个分享话语的时段的里面，先使我们祷告，你这样子来调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在更加认识你的当中，主耶稣，我们也愿意活出你对我们的吩咐和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亲眼的来品尝神你的良善，让我们亲眼能够真的能够品尝到，能够吃到主你的信实跟良善。主，我们今天谢谢你，我们今天说成了的确，你的良善如信实和信实如光一样照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刻，把自己再一次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主耶稣，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阿门。哈利路亚。在这边你们可以坐下来，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好。那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呢，是逾越的逾越，逾越的逾越。在犹太人的旧约律法中呢，一共定了大概七个主要的节期，其中三个是比较受到重视的，他们就是逾越节、七七节还有祝棚节。每逢到这三个节期的时候呢，那犹太的男丁都必须要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朝见耶和华。那今年4月8日的时候呢，犹太人庆祝了他们的逾越节，也开始了为期7天的这样的一个除酵节。那有些人把酵读成酵，那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容易听的话就叫除酵节哦。那我以下的都是用除酵的方式跟你们来分享。那这个日子不但对犹太人来说很有意义哦，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耶稣就是在逾越节当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施洗约翰口中那位可以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羔羊。那启示录5:12宣告，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还有颂赞的。那耶稣死后3天他就复活了，他胜过了撒旦、死亡还有罪孽，他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生命的大门，在我们的里面释放属天的复活能力。所以逾越节是重要的一天，今天我们要通过逾越节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领受来自神在这个救恩的道路上所赐给我们的逾越还有喜乐。所以今天我把今天的分享的主题定名为逾越的逾越。我们如果要真正的了解逾越节的这个意义呢，我们就需要回到出埃及记12章，回顾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逾越节。那逾越节的发生是因为神要降下灾祸在埃及地上。那我们通过出埃及记的我们读过出埃及记的人，我们都知道哦，那神降了9个灾祸在埃及地上，来审判埃及还有埃及人的神明还有偶像。就在法老一开始呢，他其实是不愿意以色列人离开的，但是到了最后一刻他还是放手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灾的里面，神杀害了所有的投生的，而这一次法老因为这个灾害实在是太过严苛的关系呢，他就让了以色列人离开。那在第十灾发生之前，其实神已经为我们以色列人预备了一条活路，也给以色列人、非常详细的指示，通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去遵守。让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12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或手机可以把你的圣经给打开。那我们一起来看关于逾越节的这个指示，在出埃及记12章的里面，我们看第2、第3还有第5节，他说到在本月初十，各家要取一只无残疾的羔羊，一家一只。然后在第6节告诉我们呢，羔羊要留到第14日，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呢才宰杀。然后到了第7节的时候，他这里说要取点血涂在屋的这个两边的门柱上还有门楣上。然后在第10节他也说到了整只羊要吃光，不可以留到早晨，那凡剩下的呢一定要把它给烧掉。然后第11节特别他说，吃的时候呢要在腰间束带，在脚上穿鞋，手中要拿杖，而且要快速的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离开的日子非常快就到了。
然后我们再看神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他是这么说的：因为在那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或者是牲畜，都要杀掉。我也要审判埃及和一切的神奇，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做你们的记号。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一看见血就越过你们去，那灾祸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来毁灭你们。第十四节他说，这一日这一日，你们要做你们的纪念日，你们要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日作为永远的定例。那我们也知道，在那之后呢，在埃及地里面的投生的也的确被杀害了，所以法老就让了以色列人全部离开。然后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呢，圣经还说他们把埃及地的里面的所带出来的生面呢，其实烘成了无效的圆饼。因为他们被驱逐离开埃及，所以没有办法停留，时间非常的紧迫，所以他们也没有时间为自己来预备任何的这个粮食。那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匆忙脱离埃及，以这个充满苦难的地方呢，那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以后都要吃无酵饼，还要吃苦菜。所以在旧约中，在逾越节的隔天就开始了为期七天的这个无酵节。所以到后来呢，犹太人就把逾越节跟无酵节连在一起庆祝，当作一个节期，这样子来进行。所以在路加福音呢，二十二章一节你会读到说，哦，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所以但是在后来新约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两个节期放在一起来庆祝。出埃及记中讲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30年，他们受尽苦难、逼迫、贫穷，甚至还有疾病，失去了自由，还有产业，成为埃及人的这个仆人。以色列人他们在当中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耶和华在他们当中预备并兴起了摩西为拯救者，而神这时的拯救工作呢，就是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如果你来看的话呢，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还这么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裔在外寄居，也必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苦待他们四百年，他们要服侍那国，但是呢，神说他要亲自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很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如果你继续读的话，在第42和41节他这么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时间共有430年之久，就在430年届满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全军就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赞美神啊！所以神是信实的，他是成就他应许的，神的话永远不会落空。那我们基督徒虽然不庆祝逾越节，但是我说了，这节期对我们来说是有重大的意义的，我们都要明白它。那今天我就要以一个一加二加三的方式呢，跟你们分享这个逾越节的属灵意义。那一就是什么呢？一就是一个新旅途的开始。二是什么呢？二就是旅途中的祝福，两个旅途中的祝福。三就是三个生命中的追求。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属灵意义，一个新旅途的开始。以色列人最终因为逾越节所发生的一切，终于可以离开埃及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奴役的地方，这是一个黑暗权势的地方，然后踏上神所为他们引领的道路，走向未来的方向还有应许。那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这么说：那日后如果你的子孙们问你们这敬拜之礼有什么意思，那以色列人就要回答：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越过了在以色列和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家。那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哦，在2000年前的一个逾越节的晚上，耶稣基督成为被宰杀的羔羊，他是没有瑕疵，他是没有罪，却代替我们背负所有的罪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满足了罪的代价，而他的复活显明他胜过了死亡、撒旦还有罪孽。所以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使我们不但能够得救不死，也得到保守，能让我们脱离埃及这所谓这个腐败世界的一个辖制和捆绑。那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他说：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换句话说，今天神把我们带出黑暗，是要把我们引入到光明里面。神不把我们带出黑暗，让我们留在一个中间地带，他必定是要让我们走向光明，走向应许，走向未来。所以每当我们靠近逾越节，就是每逢大概每年我们新历哦，西方的这个日历的里面，大概三四月的时间，我们甚至在这个时候也庆祝这个耶稣受难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向耶稣献上我们的感恩跟赞美，因为他是逾越的羔羊，他为我们留出了宝血，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黑暗，摆脱罪的辖制，然后走在神光明的救恩道路上。那是非常重要的，这条道路是走向光明的，是走向神应许的，也是走向天父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看第二个属灵意义，两个旅途中的祝福。那其实神在我们救恩道路上呢，会赐予我们很多的祝福，那我特别提两个。第一，保守和看顾。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摩西说，你们要按着各族自己选取羔羊，把这逾越的羔羊给宰杀了，然后把盆里的血涂在门楣的两边的柱子上，你们谁也不可以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地击打埃及人，他一看见门楣和两边门柱上有血，就越过你们，不让那毁灭者进入你们的房屋来击杀你们。那涂在这个门楣和门柱上代表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只要以色列人遵守神的指示跟吩咐，留在房内就不会遭到击杀，生命会受到保护。其实我也相信，就他们是有外邦人在他们当中，或是非犹太人在他们当中，如果他们相信神的，在外面寄居的人，他们也相信神的吩咐，他们也进到那屋子里面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我相信这一些家人也都会得到保守，因为神的话语他说，只要看到那宝血，他必会越过他们。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信耶稣之后呢，相信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要遵循耶稣的吩咐跟教导，那是我们学习爱耶稣的方式。那这里跟你们分享两个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他这边说，如果你爱我们，如果你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这是耶稣的吩咐。在第二十一节他说，那领受我的命令遵守的，那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亲自来显现。所以如果你注意到的话，耶稣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其实跟门徒一起在守这个逾越节，也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晚餐。但是这些话呢，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跟我们分享的，也跟他门徒分享的，那是非常重要，是举足轻重，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就会一直走在神的保险的遮盖下，我们也会一直走到神的保守跟看顾。不但如此，我们在对神的爱里面呢，我们会慢慢的成长，然后耶稣向我们显现，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所以鼓励你们要真的去认识耶稣，来明白他，来遵从他跟顺服他。那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呢？第二个祝福就是供应。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不但带着自己的那些金器啊，还有银器，对不对？他们带着他们的家禽，还有牛羊，也得到很多以色列人的这个钱财哦，然后就浩浩荡荡的离开了他们的埃及。他们带着金银跟牛羊，他们带着身上的一些无效品就离开了。他们带着很多的丰富，那在一路上神给他们很多的供应，他们有金钱跟牛羊，代表神供应他们建造耶和华的殿，还有献祭所应要给予的奉献。他们有玛拿，有水，代表神奇妙供应他们日常的饮食所需。他们白天有云柱，日间晚间有火柱，代表神供应他们向前走的方向，他们从来不会迷路。虽然他们因为自己的不顺服在旷野流浪四十年，但是神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给予他们的供应。所以摩西在生命记二章七节他这么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对于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都已经赐福给你，他也知道你怎样走这大旷野，这四十年来耶和华你们的神常与你们同在，使你毫无缺乏，毫无缺乏。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跟神同行的日子里面呢，我要跟你们保证，我们一定是毫无缺乏的，因为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个很短的一个见证。
那其实我有段时间因为决定辞职哦，然后呢要到那个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机构来工作。那时候的薪水非常的低，大概是一个月在500块，是非常低的。那时候呢，我爸爸啊有一部车，那部车是我们一起开车，那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开车出去上班用，所以我就把他们带到公司去，然后开，然后再回来接他们下班这样子。到的时候呢，其实我身上已经没有钱，因为我还是要把钱给我妈妈当那个家用，然后还有一些油费啊，自己的饭的这个午餐的钱啊，所以其实我的钱剩下的并不多。那有一天刚好我的这车的汽油呢刚好用完了，剩下那么一小格，那从我的办公室要回到家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可是我身上已经没有钱，那时候我也不流行信用卡，所以我并没有信用卡。那时候我就很紧张，我就非常的担心，我怕我半路上我的这个车会抛锚，不该怎么办。那时候我怎么做呢？我就相信神是我的供应者，我第一次来，这次来可能算是考验我的神吧，他所说的话。那时候呢，我就把我的手按在我的汽车那个油缸的那个门，我就跟他祷告说，神啊，今天让我的这个油缸里面的油呢是足够我回到家有钱之后可以去加油的。那我祷告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好，这句话我祷告对不对，我要试一试神的信实，那我就真的开车上路了。那我接了我姐接了我弟，那我一直不敢看我的油箱的那个油量，因为我非常担心它突然间变成一个灯出来啊，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赶紧的快点把车给开回家。我告诉你们，真的，我到了家之后，我那个油门的那个油量的那个灯刚好灯闪出来了，我就哇，感谢神，感谢神。后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让我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神在这个供应的里面，有时候在我生命的里面真的是有奇妙的作为，奇妙的供应。那后来我跟一个姐妹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她就跟我说，哎呀，你应该祷告啊，神添满油啊，这样你把后来添油的钱省下来不就好了吗？我就哎，对哈，我没有想过，你知道吗？那让我也不要太过于试探我们的试探我们的神，但是我今天很感恩神他在我生命中的一个供应。最近我跟我的团契小组的一些成员说，我说这次限制令我们在家里面，对不对？然后真的可以体会到，原来简朴的生活真的是可能的。我们在物质方面的需要真的并不是很多。所以我用两段经文来鼓励你们，在路加福音12:23到29:31，他这么说，你们都非常熟悉哦。他说，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因为这一切是世上不幸的人所寻求的。你们的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只要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那腓立比书4:11-13，他这么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知足。保罗说，他说，我只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也得了秘诀。那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在无论任何的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秘诀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哈利路亚。那我已经分享逾越节两方面的属灵意义，一个新旅途的开始，还有两个旅途中的这个祝福。那我们先来看三个生命中的追求。那我要鼓励你们在听到之后呢，开始进行这三个生命中的追求。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12:39，这里说到，他们把从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烘成了无效的圆饼，这原生面原是没有发过酵的，因为他们被驱离开埃及，所以不能停留，也没有为自己预备食粮。以色列人开始人生的新旅途时，手里面的生面是没有含酵的。那在圣经新约中呢，其实酵有三个含义。那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代表罪。哥林多前书5:7-8这么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给清除了，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宰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的酵，也不可用那又邪又恶的酵，而是要用纯洁真实的无酵饼。那这段经文就很清楚让我们明白到呢，旧的酵代表罪和邪恶，那无酵代表纯洁跟真实，那代表是没有罪的污染。酵的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呢？是虚伪和虚构。路加福音12:1，他这么说，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酵，那就是虚伪。虚伪的英文是什么呢？ Hypocrite，它来自拉丁文的 hypocrita， 那希腊文读成 hypocrites， 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演员。
换句话说，法利赛人在人面前所做的一切是给人看，是表演给人家知道的，他们要得到好的名声跟称赞。那当演员 表现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电视剧，我们知道它里面所表达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可能是虚构，可能是夸大的，所以法利赛人的笑也可以代表虚构的、虚伪的。那笑的第三个含义是什么？那就是错误的教导。马太福音16:6还有12节，他说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小心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时他们才领会耶稣说的不是提防饼笑，而是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那法利赛人教导犹太人关于古人的遗传要该怎么样去解读这些律法里面的含义，那怎么样守安息日啊，怎么洗手啊才代表洁净。后来他们却重视这个遗传过于神的律法，所以耶稣呢在这个马可福音7里面，他其实责备了他们，他们说你们其实离开了神的诫命，拘守了人的传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法利赛人非常偏向律法主义，可以做什么，可以 不可以做什么，这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那在另一个方面呢，那撒都该人呢是耶稣时代所谓的理想自由主义者吧，他们其实否定很多关于信仰方面的一些坚持，他们否定有天使跟灵的存在，否定肉身的复活，否定灵魂不会朽坏，也否定永远的审判。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世界其实根本就不用担心有审判，他们可以随意过自己的生活。我们在救恩的道路上要选择认识真理，要选择去活出真理。你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真理，耶稣说我就是要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活出耶稣的命令和吩咐就是活出真理。我们不可以在所谓的律法主义和这个自由主义里面当中两个极端里面来之间来游走，我们要选择真理，认识真理，还要活出真理。我们并不是因为自由才寻找真理哦，我们是因为真理才得以自由。所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手中带着的是没有发酵的饼，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信主离开这个世界的捆绑，挣脱枷锁之后，我们踏上这个新旅途的时候呢，一样不可以有罪、虚伪、虚构的事，甚至错误的教导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放弃这一些，反而我们要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的生命的里面要有圣洁，要有诚实，要有真理。利未记11:45说，因为我是耶和华曾把你们从埃及地上领出来，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是圣洁的。那约翰福音4:23他这么说，然后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正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庆祝逾越节，但是逾越节对我们的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耶稣的牺牲能够开始一个新生命的旅途，在这个旅途中得到神的保守跟公义这两样的祝福，并且在这个道路上我们要追求圣洁、诚实还有真理，还有真理。哈利路亚。那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呢，就到这边差不多到个尾声了。那我觉得在最后我要跟你们分享多一个经文，出埃及记12:13，他说这血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做你们的记号，神击打的时候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其实很多时候我对这个经文反而感到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今天神看了拯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身世背景、功名利禄、财产，或者是有善意的这个善行或义举。其实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接。所以今天在荧幕面前的你们，当我今天分享我的话语结束的时候呢，我要 来鼓励你们来回应。如果你今天是基督徒，可是已经离开神很久了，远离神很久，对自己的救恩你并不是很确定，或是对神或耶稣就抱有怀疑，那我今天唯愿你们今天到这份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再次的放下你们自己，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他，仰望他，向他献上感恩跟赞美，再次追求他。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呢，不要再犹豫了。我今天分享那么多的经文呢，是让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如何得到拯救。那既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希望你们可以因为他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未信的朋友们，邀请你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一起来跟我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说，耶稣，我承认我是罪人，我相信你为我死，3天后复活，并且赐给我永恒的生命。我现在愿意让你们来成为我的生命主宰，请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生命，带领我以后的道路。阿们。
Amen。 好，那在今天结束的时候呢，我再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一起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我们一起来说 Amen。阿门，阿门，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了，愿你们过一个蒙福的一天。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哦。嗯，拜拜。